坐，深圳。同学们，鸡、鸭、鹅、猪、狗这些动物啊，在农村是最平常不过的动物了，可能对于咱们城市的孩子来说还有点陌生。那我们前一节课呢，学过老舍先生写的文章《猫》。在老舍的眼里，猫那么的可爱，那么母鸡在老舍先生笔下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他的另一篇文章，第十六课《母鸡》。真好，高举右手，跟老师一起写课题。这是一篇阅读课文，对的，这是一篇阅读课文，要求同学们呢用自己以前学过的学习方法来学习这篇课文。现在请同学们看，老师给大家一些自学的要求，那咱们就开始学习。接下来老师就来检查一下刚才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好吗？来看看黑板上的词语，你会读吗？第一行谁来？如果他读对了，大家就跟他读两遍啊。请舒文小老师。七五七五七五七彩七彩七彩慈爱慈爱慈爱疙瘩疙瘩疙瘩，真棒，轻声的读好了，请坐。那个诗雨，可恶可恶可恶，聋子聋子聋子，啼叫啼叫啼叫，鸡雏鸡雏鸡雏，这个小老师带的不错，鸡雏的雏，翘舌音再读好，来跟老师读，鸡雏鸡雏鸡雏，翘舌音雏雏雏雏，很好。下面两行四字的，罗心莹，一撮毛，一撮毛，一撮毛，颤颤巍巍，颤颤巍巍，颤颤巍巍，如愿如素，如愿如素，如愿如素，趁其不备，趁其不备，趁其不备。孩子们读得很好，老师把他们的拼音宝宝也请进来了，对照一下，有些字的读音还真要注意，比如说一撮毛。儿化音再读好，来，一撮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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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那么句子读通顺了没有呢？这个句子谁来读？伟宁。有的时候他不这样乱叫，而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思似的，唱唱微微的，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
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了个小疙瘩来。这一句呢，林涵。更可恶的是，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它会下毒手，趁其不备，狠狠地咬一口，咬下一撮毛来。怎么样？好好，读得很努力哈，没有读错一个地方是吧？好，那我们掌声送给他。好，第三句，萧一晨。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他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无论多么贪睡的人，都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读得也很棒。好，看来同学们啊，萧老师考不倒大家。刚才的自学还是有效果的，同学们，你们读出了本文的作者对母鸡是持怎样的情感态度吗？蓝一，他是讨厌，从讨厌到喜欢。哦，从讨厌到了喜欢啊！好，你请坐。你认为呢？他是先从讨厌到了喜欢，然后再到了赞扬。哦，你还读出赞扬了。刚才同学们的意见里面几乎都是能说到他有个情感变化过程，对吧？从开始的讨厌到后面不再讨厌。那有的孩子呢还读出了赞扬。好，老作者对母鸡有个情感的变化，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态度会同样的出现在一篇文章里面，作者是怎样把这两部分串联起来的呢？跟进。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句子。哦，会采用过渡句。那你们能把这个过渡句找出来吗？刘星月。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鸡。同意吗？同意。那咱们用波浪线把这句过渡句画下来。可见作者对文章的构思是非常巧妙的，他采用了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把两部分情感态度不一样的内容串联起来。像这样的语句在文章当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把它称之为过渡句。如果这样的过渡句单独成为一段，我们就叫它过渡段。把这个笔记记在这句话的旁边。好，同学们，你们来思考一下，把这个过渡段联系上上文的意思哈，把这个过渡句改成这样的句子，可以填上什么关联词？根据上上文的意思，有两个同学有想法哦，三个、四个、五个，好，还有谁呀？那刚才老师没请过的，志玲，你会填哪句？我会填第二句。嗯，因为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鸡雏的母鸡，所以改变了心思，对吗？对，非常好。那第一句谁会呀？光阳，我之所以改变了心思，是因为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鸡。真好，通过阅读文章的内容，同学们知道，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母鸡做了鸡妈妈之后的变化，所以他改变了这种情感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填上因果关系的关联词，是吧？那课文哪些自然段在写作者讨厌母鸡，哪些自然段又在写不再讨厌母鸡了呢？蔡佳瑞，一到三自然段是写我讨厌母鸡，嗯，五到十自然段是写我喜欢母鸡。哦，好，请坐。还有想法吗？你说。一
到三段就是讨厌母鸡。嗯。然后从五到八段，五到九段喜欢它。嗯，喜欢它。那最后那一句第十段到说什么？这就是说他。我不再讨厌母鸡了，那还是在写。喜欢。我不再讨厌母鸡，是吧？不讨厌母鸡，应该是从哪到哪？从哪到哪？从母到十。那看看第四站段，我们刚刚说它是过渡段，对吧？这个过渡段，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归到哪儿比较合适？那你认为呢？我认为是归到喜欢母鸡，因为从句子上理解，它是更偏向于喜欢母鸡。它起下的作用更多，对吧？好，那现在我们用双竖线把文章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讨厌母鸡的，一部分是不再讨厌母鸡了。好，同学们，作者呀讨厌母鸡，不喜欢它，是通过了很多具体事例来反映出来的。那么请同学们自由的选择一到三自然段你感兴趣的段落学习，然后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这是一只怎样的母鸡。好，开始，可以小声读，也可以默读，甚至可以朗读。很多同学觉得胸有成竹啊，已经举好了手。嗯，好，来，新竹你来说说。我觉得这是一只爱炫耀的母鸡。嗯，因为从这边看到，它下蛋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得能让全世界都知道它这点成绩，就是笼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了。哦。从这里我感觉到这只母鸡很爱炫耀。你说说，你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特别爱炫耀？恨不得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这点成绩。哦，哪个词啊？恨不能。恨不能，抓住重点词语来感受，一只母鸡那种很夸张、很炫耀的形象就在你脑海中浮现了，是吗？你很会读书。这是一只爱炫耀的母鸡，那你能不能把它那种很爱炫耀的感觉朗读好？新竹，到了下蛋的时候，他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得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这点成绩，就是笼子也会被他吵得受不了。哎呀，读得不错，请坐。还有同学也喜欢这句话的吗？还有吗？懒意，到下蛋的时候，他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这点成绩，就是笼子也会被他吵得受不了。那你是从哪里感受到爱炫耀呢？因为他说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这点成绩，嗯，就是笼子也会被他吵得受不了。哎呦，笼子本来就听不见呢，笼子也会吵得受不了。这是一个夸张句，夸张哦，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哎呀，这只母鸡真的令人讨厌。好，讨厌的情感。刚才既然同学们在发了狂，恨不能笼子也被他吵得受不了，这些语句上感受到他拼命炫耀，那咱们就在这些语句下面写上着重号，然后感受到他是拼命炫耀的，对吧？我们可以在旁边写上拼命炫耀，这就是批注。同学们抓住重点词，感受到了老舍先生的语言特点，然后通过朗读的方式展现出这只母鸡令人讨厌的一面，就是拼命炫耀。嗯，还有别的想法的吗？
贺颂。我觉得这是一只欺软怕硬的母鸡。怎么讲？因为它上面讲，它永远不反抗攻击，有时候却欺侮最忠厚的鸭子。因为鸭子是很忠厚的，它不会，它就是。你通过哪些词语或者些句子感受到它欺软怕硬？抓住重点词来。它永远不反抗攻击。哦，永远，好的。欺侮。嗯，欺负人家。还有没有啊？可恶。可恶，这是作者对它的讨厌程度，他对他的评价，对他的态度，可恶，更可恶，这个行为太可恶了，是吧？好，你从这些直接表达作者情感的语言当中，刚感受到作者非常讨厌这只母鸡。还有谁也能从中抓住一些词语来体会的？柯颂，请坐。紫嫣，还有下毒手。嗯，狠狠地咬一口。狠狠地咬一口，咬下什么？一只毛，连毛都能咬下来，这是下了多大的毒手啊！那你来读。他永远不反抗攻击，有时候却欺侮最忠厚的鸭子。更可恶的是，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他会下毒手，趁其不备，狠狠地咬一口，咬下一撮毛来。读得怎么样？哎呦，这只母鸡的这种丑陋的形象就仿佛浮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让我们送上嗯，好，那刚才呢咱们也是抓住了一些重点的词和语句去体会到了这只母鸡是欺软怕硬的，然后同学们通过自己的情感读出了对这只母鸡的讨厌。那现在咱们也在旁边坐上批注，还有想交流的吗？诚挚，我一向讨厌母鸡。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嘎，再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并且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而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巍巍，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个小疙瘩来。嗯，我从颤颤巍巍这个词能体会到，感觉这只鸡非常的颤颤巍巍，就像怨妇似的哈。嗯，是吧？好，然后我从讨厌这个词看体会到了作者对母鸡的非常讨厌它，然后结起个小疙瘩来，也是写作者不喜欢它。嗯，好，老师这边的笔不是那么的好用啊。好的，来，刚才张诚志同学提到了这个词，让他感受到这只鸡现在从那么强悍的欺负鸭子又变成一个怨妇了，是吧？颤颤巍巍，还有那个什么，讨厌，扯长了声，如怨如诉，哎呦，真的跟奏恶犬应乐似的，烦不烦啊？烦，很烦躁啊。刚才他还提到哪个？讨厌，哦，讨厌，你感受到什么？作者说，讨厌，没完没了，来意。作者就是很直白的，就是说他讨厌。哦，这样的语言就是这样子，很直白，一点都不含蓄。我就是讨厌母鸡。哎，这种语言特点叫直抒胸臆。像这种手法在前三个字里自然段里面用的是淋漓尽致，很多语言就直接告诉我们作者对他的态度就是这样。那通过这段话你读出这是一只怎样的母鸡？你说丝毫
常不顾别人感受的。好的，你认为？我觉得它是令人烦躁。那用一句话说，这是一只令人烦躁的母鸡。嗯，这是一只。这是一只无病呻吟的母鸡。哦，无病呻吟，没什么事儿，站在那里瞎叫唤，是吧？无病呻吟，做上批注。同学们，作者在写母鸡令人讨厌的时候，是先说它很令人讨厌，然后接下来呢，通过三件具体典型的事例来说它令人讨厌的表现啊，理由啊，直抒胸臆。那这样的写法呢，作者先总后分，怎样的一只母鸡让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课文中哪一句话告诉了我们这个原因？七月，因为他负责慈爱，影响辛苦，因为他有了一群基础母子，因为他是鸡母亲。课文的第九段，第九自然段，告诉我们原因。来，捧起书，一二七，他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他有了一群基础他伟大。我们用双横线把这段话画下来，在旁边批注上原因。现在咱们用刚才学习一到三自然德的办法，抓住重点的词语，抓住作者的语言特点，然后有感情的朗读出来，这样的方法我们来学习四到八自然段。要求一，画出最让你感动的句子，圈出让你感触最深的词语，也可以写写旁注，和同桌交流你的感悟，最后有感情的朗读给对方听。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你来回答，这是一只怎样的母鸡令人怎样。先做好第一题，然后和同桌交流第二小题，然后再跟同桌朗读。画出句子，圈出词语，可以把感受写在旁边。好，跟你的同桌交流一下，交流你的感悟，然后有感情的朗读给对方听。
的发展的圈圈画一画。好，不知教了多少次没有耐心，对吧？好，来听中国好同桌，有没有哪些同学能推荐你的同桌？他的批注做得特别好，他的感悟也写得很好，来推荐好你的同桌。来，子妍，子妍也可以自告奋勇的啊。我认为这是一只，这是一只勇敢的母鸡，令人喜爱。好的，那你是？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食，它一定出击，把它们赶出老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嗯，做了哪些批注呀？我觉得它这里说，它一定出击，一定出击，非常的坚决。果断，让你感受到。嗯，好，读得好，请坐。还有谁要想交流，或者推荐同桌，或者自己来？好，思红。这是一只辛苦的母鸡，令人学习。哦，令人学习，值得人家学习哈。嗯，我从第七自然中的第一句话学到。说得真好。他教鸡雏们啄食掘地，用土洗澡，一天不知浇多少次。从一天不知浇多少次，知道了他很负责，很辛苦，很辛苦，所以他认为这是一只辛苦的母鸡，令人学习，很好。好，秉承。这是一只喜爱、辛苦、负责的母鸡，真令人崇拜，令人崇拜，他崇拜这样的妈妈。好的，好，传志。这是一只伟大的母鸡，令人感动。请大家看到第六只蓝段。发现一点可吃的东西，它呼呼的惊叫，啄一啄那个东西，马上便放下，让它的儿女吃。结果每一只鸡雏的肚子都远远的下垂，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它自己却消瘦了许多。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食，它一定出击，把它们赶出老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我觉得消瘦这个词，消瘦这个词是让你特别有感触。母鸡给了鸡雏们吃的，它自己却很消瘦许多，所以这个我所以觉得这位母鸡非常的伟大。好，他呀，张承志读的也令人感动，他抓住消瘦这个词，感受到作者语言非常的直抒胸臆，告诉了我们这只母鸡真的无私啊。有朗读的好的同桌吗？有读的好的同桌吗？你来。我自己。可以啊。我读第五自然段。好的。无论是在院里还是在院外，它总是挺着窝，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一声，它立刻警戒起来，弯着头听，挺着身，预备作战。看看前，看看后，呼呼的警告，鸡雏就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你为什么读得这么的快？因为它时刻警戒，生怕自己的宝宝受到危险。哦，这是一只勇敢的母鸡，掌声送给他。还有吗？蔡佳瑞。这是一只负责的母鸡，令人敬佩。我是从第八自然段感受到的。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它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无论多么贪睡的人，都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这句话我感受到他很负责，因为他夜间有什么动静，他也可以放声啼叫。他不管他自己有多疲劳。尤其是哪些词语？顶尖锐，顶凄惨。顶是什么意思？非常的意思。非常顶尖锐，那为什么不用非常尖锐？要不然就没有那么生动了。哦，你觉得顶更生动？好，顶字还有谁想说？顶尖锐，顶凄惨，你讲。
最尖锐、最凄惨。为什么用这么尖锐、这么凄惨的声音来叫？因为如果他的孩子被抓到了，他的会非常伤心。同学们刚才的分享非常有效果，因为你们呢抓住了重点的词语，品味到了文章的语言特点，而且还做了批注，同时呢还用自己有感情的朗读来展现你所体会到的这位鸡妈妈的形象。看着这一幕一幕，你感觉作者对母鸡还仅仅只是不讨厌吗？怎样了，罗心怡？敬佩。已经有了敬佩之情了是吧？赞扬。好，赞扬。那让我们饱含着对鸡母亲的敬佩，一二读。他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他有了一群鸡主。他伟大，因为他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你读着读着这段话，你觉得作者仅仅是在赞美鸡妈妈吗？李轩，作者是在赞美，看大屏幕，作者是在赞美每一位母亲。你从哪里感受到？因为他说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是这样吗？是的。好，让我们一起读最后这句。一个母亲，读，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是的，大自然界的妈妈都是这样。让我们来看一下自然界中的其他的妈妈，这也是一位用翅膀护着小鸡的鸡妈妈，给孩子喂食的鸡妈妈，给小鸟喂食的鸟妈妈，棕熊这样护着它的宝宝，大猩猩也这样非常有爱的抱着它的孩子，这是咱们人类的母亲。一位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赞美，预备，起。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正是因为全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慈爱、辛苦、勇敢、无私的，所以老舍先生由讨厌母鸡，到后来不敢再讨厌母鸡了，后来就产生了一种敬佩。敬佩。同学们，前一节课文学到的猫和这边课文学的母鸡都来自同一位作家的作品，就是老舍先生。被誉为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特别有特点，特别有风格。那同时我们学的这两篇文章呢，都是他的作品。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猫和母鸡这两篇文章在写法上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又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呢？可以浏览一下前面猫这篇文章，想清楚再举手。太简单了，能想到几点可以说几点哈。新月，猫这里它没有像母鸡一样直白地说它讨厌，它猫这里它是用了反语，把猫的讨厌说的有点喜欢。哦，听清楚了吗？他的意思说母鸡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直白，直抒胸臆，讨厌到后面不敢再讨厌，慈爱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对吧？而猫呢用了很多反语，怎样？哎，他发现了语言的特点，非常好。维宁，猫它从一开始它就是喜爱它的，而母鸡则是有一个从讨厌到喜爱的过程，情感变化的过程哈。结构上呢，海田，看着母鸡的第一句话，我一向讨厌母鸡，后面就说它怎么。这也经常用了总分的手法，是不是啊？好，请坐。是的，很不错，同学们能够发现一些特点。那老师呢，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做一些总结。你看，那语言的风格呢，他们都生活化。那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自己，我们看看母鸡这篇课文前三个自然段。非常直白，直抒胸臆地告诉读者他有多么讨厌母鸡，母鸡有那么多的方面令人讨厌。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种方式，用上
像猫那篇课文繁育的写法，我们来写个小练笔，好吧？俗话说爱屋及乌，一旦作者现在开始喜欢上母鸡，敬佩母鸡的时候，那么母鸡身上的缺点可能也会变成优点的。那咱们用上含蓄一点的繁育的手法，看看把前三个自然段任意组合啊，或者选一个自然段也可以。对，用下繁育的手法。可以的，组合起来写也行，任选一段写也行。哪些同学有写好了？这么多同学写好了。嗯，看看这个林涵同学字有点，要注意练字哈。好，他也用的是老师的开头哈。母鸡是个乐天派，注意喽，有个错别字。会写派吗？会，三点水。三点水。一个点，三点水。他一天到晚唱个不停，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厉害吗？厉害。繁育对吧？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因为他要唱歌。听吧，他由前院嘎嘎到后院，再由后院嘎嘎到前院，像个不断练声的歌手，像个不断练声的歌手。有时候他像有什么心事儿。唱的极富感染力的抒情歌曲，细声细气，颤颤巍巍，如怨如诉，让人忍不住想分担他的忧愁。每当下蛋的时候，他则用摇滚歌曲向主人报告。嗯，好，接下来的语言请谁来品味一下？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他的繁育？你来。每当他下蛋的时候，他则用摇滚的方向主人报告。这摇滚是有多吵啊？嗯，可是本来他是嘎嘎嘎的那样笑，可是被他说成是摇滚，摇滚很吵，但是摇滚又非常的用力、振奋人心啊，仿佛在说我骄傲，因为我下了蛋。对。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欣赏这么多。那同学们在课后呢，可以多多留意我们大作家的文章，大作家的语言。那么课后呢，我们再进行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肖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回去之后啊，同学们可以把这篇文章中的好词好句摘抄到你我们的摘抄本上，
然后老师给大家推荐另外一篇写动物的文章，是屠格涅夫的《麻雀》，可以是这样的一本书，它也是一篇小短文。好，那今天的课咱们就上到这儿，下课。立，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